大家好，我是数码溪流的作曲者王晨威。冠病疫情对现场演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，但同时也促进了数码演出的蓬勃发展。由郑景深老师领导的新重乐，就是在疫情下产生的一个数码演出项目。我的作品《数码溪流》体现艺术借助于数码科技，继续绽放光彩。全曲充满炫技与动感。展现日新月异的科技所带来的缤纷景象。乐曲的节拍划分非常规则，每个乐句四小节，每小节四拍，每拍4个16分音符，如同数据流中的字节。不过，这些16分音符却通过不规则的组合，如3音、5音、6音、7音一组，加上不同组合的重叠，变化出万花筒般的节奏花样。象征数码科技虽讲求逻辑和系统，却承载了丰富多样的艺术表达形式。在困难的环境下，我们仍然能开发出新的可能性。让我们一起以艺抗疫。
Thank you.